宸妃呢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在里头陪着我们主儿呢。本宫去瞧瞧，不必同床了。您看她的眉眼长得多像您啊！是啊，眉眼像朕，不过这面庞生的像你。<笑>好啊。 一看这端正方圆的，是个有福气的孩子。好好养着，朕会常来看的。臣妾谢过皇上，臣妾一定会为皇上养好勇章和勇容的。好，皇上您看他笑了。<笑>娘娘，都已经到了钟粹宫，怎么不进去看看纯妃母子？ 本宫看着皇上陪纯妃的样子，就好像回到本宫生颖莲的时候。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子天伦之乐，本宫走进去，只会觉得突兀。话不是这么说，纯妃就是有再多的阿哥，那也是庶子，你有什么可羡慕的？娘娘，您的坐胎药。 苦得很，娘娘味增药效，按着药方添加了足足一倍的药量，味道是苦些。这是长白山最好的人参，夫人特意寻来的。上回送来的阿胶和鹿茸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皇上常来。 可本宫就是没有动静。本宫也是担心自己年过三十不易有孕，所以才加大了药量。还是纯妃有福气，一下子就又有了阿哥。娘娘别急，这些年咱们这么补着，一定会有动静的。可是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能不急呢？永璜已成婚，这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生下皇长孙。 可本宫的嫡子还没出生，额娘每次进宫都催，本宫也是心急如焚啊。长子年长，幸好不得宠，娶得福晋也是小门小户的。永璜曾养在贤妃膝下，被她怂恿争宠，才有了夺嫡之心。永璜的生母难产而亡，当年倒是没有什么流言，可这些年，渐渐却有了一些揣测。 以为是本宫容不下他，这话要是传到永璜耳朵里，他会不会信以为真？永璜要是成了太子，本宫怎么能安心？就是因为大阿哥长大了，才有那野心之人，借着哲妃之轰作文章，想要争太子之位。奴婢真是替您不平，明明没影的事儿，怎么都赖上咱们？哲妃生女难产，一尸两命，还让人疑了是本宫做的。 娘娘，您流鼻血了，快传太医，赵姨太，快传太医去！娘娘，没事吧？这药量足足加了一倍啊！ 是皇后娘娘吩咐的。娘娘，您这是太心急了。齐太医，本宫的身体到底如何呀？娘娘凤体本无大碍，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孕的药，那都是最适合您体质的，您可不能加倍服用。您是否私下又服用了大量温热的补品啊？ 娘娘是心急了一些，大量的服用了阿胶、人参和鹿茸，这都是大补的好东西啊。那会适得其反的。娘娘，您一心求子，微臣给您开了坐胎催孕的补药，那都是最适合娘娘体质的。您若是任性进补，会导致气血上扬、体热流血；要是伤了元气吐血，那就再难补救了。
谢太医，你说句实话，本宫已经年过三十，到底还能不能有孩子了？娘娘，年龄不是最主要的，这一点您大可放宽心。您就记住一点，忧思才是最伤身的。只要您放宽心调养，那怎么能没有身孕呢？一定会有的。那本宫就托付给太医您了。是。你们先都退下吧。是。齐太医，近来贵妃如何呀？皇上不让太医去医治，但是微臣知道贵妃的病情，熬了这两年了，怕是熬不过今年冬天碎雪大天寒是难熬了些，奴婢再给您灌个汤婆子捂着。星璇，去把那个汤婆子拿来。是。皇上还没来看我吗？皇上政务繁忙，得空会来瞧您的。啊！皇上已经把我给忘了。对的，主儿，这药已经热了好几回了，您趁热喝吧，身子养好了，您才能好好伺候皇上啊。我活不了了，我现在跟个活死人有什么区别？主儿，您别这样，奴婢陪着您。皇上，高嫔夫妇又送了东西给贵妃娘娘，还问起贵妃娘娘身体。奴婢回了，说贵妃娘娘卧病数年，皇上一直看顾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这咸福宫真是晦气，有几个小宫女都得了疥疮，还有那个星璇，都为这病死了。星璇可是贵妃的陪嫁。对呀，还不是死了都没人理，草西一国都送出去了。哎呦，得了疥疮的，用过的东西都是不干净的啊！把那些宫女住过的屋子都锁起来，里面的物件谁也不许动。都挪完了吗？东西都挪出去了。赶紧的，锁门，走人。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星璇呢？星璇染了疥疮，已经死了。其他的宫女也挪出去了，怕把病气过给主。星璇死了，星璇也死了。
天若是我死在这里，也没人知道。莫心，你想办法递消息出去。我要见皇上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贵妃真的到这种地步了？病入膏肓，心血耗尽。这些年让他静养，他还有什么好费心的？贵妃本是胎里带来的弱症，又过于争强好胜，哪怕是细心调治，总是不能见效。这几年又添上了惊惧之症，便是铁打的身子，也熬不住的。他是自己不爱惜自己啊！皇上，恕臣直言，贵妃怕是就这一两日了。知道了，微臣告退了。